喂，大家好！近排咧个都市传闻就话呢罐断片酒就一罐就断片嘅，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试下系咪真系一罐断片？嗱，呢罐冇开过，14度，试下一下饮晒佢会唔会死啊？佢一罐就差唔多有700ml左右，咁而家试下一下饮晒佢，系咪真系会断片啦？饮落好似 Red Bull 咁样啦，加酒精味。都幾難飲下，仲有差唔多300ml。真係好難飲。仲有200ml左右。唔知道第二啲味好唔好飲，呢只味又比較難飲啦。等陣先，可能雪凍啲好飲啲啦，陣味又難飲啲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完成埋佢。都是剩下100秒，其實都挺頂，還很甜，你張住個口。好，那我們等多一陣再喝下去。上網看人家喝的片呢，人家有10多分鐘就開始離了，不知道10多分鐘之後會不會斷片。應該過了差不多都10分鐘了，感覺就一般，又未有很多，因為上網看人家的片呢，飲少少就好快瀨嘢嘅，但係咁一罐啦，而家剩翻100秒啦，但係都未係即係會醉咁樣咯，好似。不過就真係好甜嘅，個口而家好渴咁樣咯。睇下過多一陣會點啦，炸陣機先。差不多20分鐘了，真係都冇乜反應，同埋真係都幾頂嘅。咁我飲埋呢度啦，剩翻個100秒。酒精味都好重，其實。嗱，都近咗1小時啦，咁都冇乜好大反應啊！即係呢個一罐
咁就唔再錄啦。